这个是我是日据时代生的，所以父亲的话呢，教我叫做一定要，一定要把这绣上的意思。我父亲是小学老师，那么母亲是助产师，祖父叫做汪海若，他是满清最后一期秀才考试及格，就在阿公店小学做汉文的老师，啊，就这样子。所以说呢，就是说在冈山里面，老师，今天下午一些小朋友说要来看老师，那。今天我们那个系上那个工友李先生说，今年我们系上庭院里面的那个木瓜长得特别多，带来让老师吃吃看。哦，这个木瓜哦，对我来说影响很大，因为我是屏东师范毕业的，啊，屏东师范的迄个好校园叫做木瓜园，所以木瓜园我对屏木瓜呢很有感情，所以说今天送来这木瓜的话呢。回忆到我读屏东师范的状态。哎，不加都好。哎，我刚才是话讲到哪里呢？我都忘掉了。哦，老师就是聊到你在高雄冈山时期，学生时期。哦。你有没有看到那张照片？那个照片是我国小的毕业照片，当时哦，日治时代，是1943年。刚好是抗日战争，就是一个艰难的时代。哎，老师，这张是什么时候的相片？那是民国48年，我们毕业旅行的一个照片。那么就是下面那一张是参观高雄中学的美术教室的，所以说团体的跟莫代言老师一块合照。这张也是毕业照片，在关子岭照的。啊，恁敢有去泡温泉？就没有。咱俩不是有温泉？也没有啊。没有啊。也没有时间泡啊。那我没时间了。那么这张是照得很清楚，有一个谢礼华就蹲在那边。那么这个是孙瑞康，现在在。然后的话呢，就是我的旁边是廖秀平，廖秀平的旁边是文斗。那么最左边那个是李坤培。我除了这几个以外，恁这班这厉害，莫怪是哦，做将官班，还有哪几位老师啊？这没有照照片里面的，有梁秀忠，还有傅用，这个做过我们美术系的系所的主任。再来的话呢，就是有美国的简将辉，他早期都是写文章的。然后呢，就是有一个吴文尧，刚好今年回来开个展。再来的话呢，有一个李扬恩，他是留法的，现在也是在台湾教师。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有一个人就复生，在台大中国美术史研究所，做教授。王老师参你加落去，恁这班都有三个咱的系所主任了呢。莫怪恁48级的吼，工作做咱台湾美术史的将官班。老师，这张相片你是什么时候拍的？这张照片是民国48年拍的，那个时候呢很瘦，大概是不到45公斤。老师，这张相片看起来做领导做漂撇的，因遐小朋友讲这看起来，敢若做成个李连杰。更有影，有影，做像的。李连杰是啥物人？老师，师母，李连杰就是参迄个成龙同款，拢咧拍武打片咧，国际上最有名迄武打明星啊，啊嘛写到做演导漂撇的啊。师母，迄个时阵吼，迄个时阵老师是不是因为漂撇演导，所以师母才参与做伙？不是啊，不是啊。我内底手内练书。大家嘛，漂漂白烟斗。我是因为伊吼，
上进考上大学。哦。我看那边他们结婚。哦，一定的时候才能结婚啊。两个小孩子，一个是一男一女，然后那个时候的留学一定要有后备军人的制度，所以呢，就是说在中国钢校里面受训，我记得跟我一个受训的人的话呢，现在还有来往的，就是说师大的以前的教授，以后呢就是做教育部长的郭威华。这个人就是说我的一个指导教授，那么有一张的话呢很宝贝的照片，这个是东京教育大学所有的毕业的学生留学的学生的一个合影。那么这张的话呢，我毕业回到师大来任教的时候，第一次参加就是书生系展的第一张作品，当时呢戴了一些个贝雷帽，就画家的一个帽子，以后的话我不戴了。这张的话呢是我们家里很宝贝的，这个旧家的话呢从我祖父都住在这个地方，就是我的一个呢父亲还有呢兄弟姐妹。那么下面的话呢是我参加全国儿童画展的评审委员，在这个里面有梁中明，也有廖继春，也有马白水等等的。然后呢，下面这一张是廖秀平回到师大里面来教学现代版画。那么哥伦比亚大学的话呢，我常常泡在图书馆，还有呢美术史图书馆里面那么看书。那个前面的话呢，有一尊罗丹的从事者，这张是东海大学的一个学生的毕业照，这张是廖秀平得到了国家文艺奖的状况。那么国家文艺奖的话呢，就是说他得奖之外，还有呢有一个人介绍他的艺术的成就，我是一个扮演的，就是介绍他艺术成就的一个讲演者。完了以后的话呢，就是跟廖秀平还有呢曾尚熙，那么就我们三个人呢合照的一个状况。老师，那下面这一张照片呢？下面这张的话呢，我们全家福在历史博物馆的后面的莲花池里面，那么所照的照片。师母，这是你第一次当阿嬷的时候拍的吗？对啊，第一次做阿嬷就是认为自己升级了嘛，特别高兴。那个带孙子的心情和带儿女的心情完全不同的，带孙子就是宠爱啊。这一张是今年照的，刚好呢就是说孙子他们从雪梨回来的，那么大家在餐厅里面合照的。在这里面除了我们两位老夫妻在中间之外，这个是右侧的话呢女儿跟女婿，然后呢左边的话呢是媳妇，中间的儿子，这个是外孙跟内孙在旁边，他们都是长大了，这一米七十几，那么现在的话呢都是大学生，大四大二等等，四年级的就台大四年级了，所以说什么呢，岁月过得很快，我们老了吗，可见我们年纪多大了。家里的话呢人口少，大家都很有成就，可以一个满足自傲的一个小家庭。